哎呀，我车在这儿。他俩做饭非常简单，他说。行，打开，我看冰箱里还有什么东西。做饭。我炖个小油菜。吃两份吧，分两份吃这个小油菜。我偷偷给他吃了。灌这点水。你多放点。嗯，我这我在家拦好的肉，看，给你备。多给点肉。看点肉，这是肉。哎呀，这菜炒个辣椒呢。我们俩都特别能吃菜，看到吗？再放点辣酱，这是我自己做的辣酱。哇，这么油！嗨，大家好。我是个维新。大家好，朋友们好。朋友们好。我想说说我们在什么位置啊？我们是在啊黄山一个国家森林公园。这个地方啊是老李倒过来的，他又非要上看黄山。你说不让他来吧，我们俩就生气。来吧，森林公园，森林公园不是大山吗？大山不就林场吗？倒过来的，怎么了？阴雨蒙蒙，雾蒙蒙，你看什么呀？啊，阴冷潮湿，还不赶快往好地方奔？哎呀，没办法，我也跟我跟他生气，我也生不了这个气啊。哎，算了，已经这样了，对吧？我们看完去完景区，拍点东西，我们俩就赶紧吃点饭。饭也是剩的，就是剩点米饭。我熬的豆腐，看见吗？炖的豆腐，嗯。一顿堆一大盆。我们俩基本上就也没做饭，吃菜吧。这不是饭吗？这是，哎，这是昨天剩点，还有剩个馒头，我们俩就这么吃点。不，你吃饭吧。嗯，这是我从市场上买的臭豆腐。臭真好吃，但是它不太臭，它也不臭，不臭。嗯，要是特别臭就好了。你们家米饭的这么多米饭呢？哎呀，你把米饭吃了。行，我把这馒头吃了。这鱼汤上这里边一定要选时间，不是说我路过这我就来，顺道吗？不顺道，一点不顺道。憋气，跟老李憋老气了。我是想爬黄山了，不行了，爬不了了，下次来。啥时候爬黄山？可别说了，爬什么黄山？什么天气爬黄山呀？黄山大晴天，不说下雨下雨，别说这个天了，妈还真。憋在那里头，你出都出不来。
真香，吃啊！这豆腐挺好吃。我们又吃饭了，除了吃饭就吃饭，不会别的。吃饭是旅游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我本来想着上黄山这来，我们住个宾馆，找个宾馆住下，我们俩洗洗澡。我们出来有一个礼拜了，我们出来的时候在爸那洗的澡嘛，一个礼拜了没洗澡了，他头发都脏成那样了。我想找个宾馆洗洗头洗洗澡，可他一发暂时先不洗了，到一个热的地方再洗吧。住一个宾馆，他们说这里菜没有心吗？可好烂了。十分钟。他们看我吃饭多香，臭豆腐。不吃了，没关系。平语，不是偏口，是平语，敬语的小敬语。